接下来谈的是压力，压力通常是对气体的反应会产生作用。我们说过什么样叫做压力变大？同样体积，气体数目变多，压力变大；同样体积，数目一样，温度变高，压力变大；同样数目，同样温度，体积变小，压力变大。这就是变的方式，所以加压就朝减压方向进行，减压就朝增压方向进行，数目就是增压就朝数目变少方向进行，减压就朝数目方向变多进行，朝数目变多进行。像这个氮加上氨变成氮加上氢加上氮变成氨，氢加氮变成氨，加大压力，加大压力就等于分子数变多，所以就要朝分子数变少的方向进行，所以反应应该朝左还朝右？这个时候是有力氨生成还是有力氨分解？啊？停车站借问。这个你们班应该没有三十八号，二六、二十六。一向左向右向右，那是有力氨生成还是有力氨分解？向右啊，有力氨生成，请坐下，反应会朝右，因为前面是一加三等于有四个分子，对不对？后面只有两个分子，所以加压要朝减少压力方向进行，减少分子数方向进行，所以向右会加速氨的生成。那如果我减压呢？很简单了吧？减压会怎样呢？可爱小女生，十五号，没有，贵班没有十五号，那也不会有十六号。那么有没有少一点号？那么发第五号，有力氨生成，有力氨分解，有力氨分解，请坐下。又是改变压力，通常对气体的中性产生作用，可以吗？有人有问题吧？没。下一个叫做改变温度，改变温度，我们没有教那么仔细，基本上加热会造成化学反应变快，对不对？那理论上应该是正反应也会增加，逆反应也会增加，那到底会怎么样？我们这个细节就不讨论，我们就单纯去看这个反应上面的热，热多就朝热少进行，热少就朝热多方向进行就可以了。OK， 所以这个，请问你，红棕色的二氧化氮变成无色的四氧化二氮，会放热，所以热写在右边加热。如果你提高温度，提高温度就是热变多的意思。所以就是右边的热要变多，右边的热变多，反应会朝哪边进行？取有余，补不足，那颜色会怎么改变？可以吗？帅哥美女，贵班应该没有三九号，二，值得生不在，二一，快点啊！起立啊！反应朝哪一边？这是什么笑容啊？不会，请坐。刚刚讲过，右边热变多嘛，多叫怎样？送人家啊！所以反应朝哪边？朝左嘛。那左边是什么颜色？红棕色嘛，所以什么颜色？无色变成红棕色。那如果降温呢？降温呢？降温就热变少嘛。右边的热变少，反应怎么进行啊？取有余，补不足嘛。多了送人家，少了跟人家要嘛。帅哥十三号，十三，反应朝哪边进行？右，颜色，红棕色变无色，你坐。热变
变少嘛，少跟人家要嘛，要过来嘛，所以反应就向右边嘛。因为这个都气，所以会受到谁的影响？压力，所以我也可以考压力变大或变小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最后一个是催化剂，加催化剂不会改变，催化剂放下去会同时改变正反应速率跟改变逆反应速率，改变的幅度是一样的，所以现在正反应等于逆反应，结果正反应变快了，逆反应也变快了，两个加了一样多就还是怎样一样，那就有没有改变？没有，所以它就不会改变原来的化学平衡，所以加催化剂不会改变它的化学平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